铁路局长范瑞上午亲自主持了台北台南之间的自强号电联车通车仪式，台南地方各界并且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活动庆祝台北和台南之间铁路电气化的顺利完工和通车。自强号电联车在上午11:40准时进入了台南站之后，范局长在通车典礼上表示，铁路局今后将以更完善的设备和更周到的服务来方便大众的旅游，并且从明天开始在台北、台中、彰化、嘉义、台南和高雄办理电话订票的服务。